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妮子，欢迎收看着迷网游戏评测视频。最近由中国手游和大宇资讯联合研制，《新仙剑奇侠传》手游今日开启测试。林月如对李逍遥的生死爱恋，李逍遥与赵灵儿的荡气回肠，《仙剑奇侠传》相信大家应该很熟悉。游戏保留了初代的经典剧情和人物设定，并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，根据移动平台的特性，增加了全新的独特系统和玩法。今天小妮子就带领大家一起去看看它的最新版本。进入游戏画面是一幕幕经典的场景，游戏保留了玩家们亲切熟悉的游戏场面，古朴的建筑，飘落而下的雪花，从游戏场景到布置都能看出来研发团队对于美工及细节处理的重视，相对的人物设计也进行了重塑，以 3D Q 版形象高度还原了李逍遥、赵灵儿、林月如以及阿奴等仙剑人物，再现初见灵儿、月如、招亲等经典画面。画面表现上，着迷网给予8分。为了能够征服这个看脸又听声音的世界，《新仙剑奇侠传》配音由国内知名配音团队光和积木倾情献身。游戏采用全程语音对白，缔造了有声版仙剑经典，加上动人的背景音乐，把游戏的气氛很好的烘托。音效表现上，着迷网给予8分。游戏在战斗模式上采用了回合制的自动战斗方式，在每个小关卡当中会遇到数波怪物或者是宝物，在战斗前玩家要根据不同角色的技能选择性进行布置，以便应付逐渐强大的怪物和 BOSS。 在玩法上，除了常见的养成、推本、竞技等系统外，游戏还加入了御灵战斗等微创新的玩法，让游戏节奏和剧情间的衔接变得更加紧凑，战斗的效果也更加绚丽劲爆。另外，非常符合仙剑气质的炼化、剑灵、元神等玩法，也更加符合移动平台特性的方式呈现在游戏中。游戏性上，着迷网给予8分。门派系统在游戏中做得比较出色，玩家可以自己建立，也可以加入其他门派，可以对门派做贡献，也可以学习门派技能、打败门派 BOSS 等等，这为游戏增加了很好的趣味性。综合性上，着迷网给予8分。从经典出现到手游《新仙剑奇侠传》，已经走过了整整20个年头，影响了无数华人。经典重置融入许多精彩体验，而李逍遥、赵灵儿、林月如等大家耳熟能详的角色悉数登场，玩家可以在手机上重温那一段段感人的故事。其他详细攻略资讯敬请关注着迷网。我是小妮子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